蔡文总统有可能访美，但是我们要問要问的是，比起前任的几位总统，是不是规格能够更高瑞德、呃、一定更高。为什么呢？嗯、因为呢，这次啊，蔡英文总统是否访美啊？蔡英文总统在今年那么到美国去入境访问，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一定会去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一次啊，包括啊 <laughs> 这个我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啊吴钊燮，那么进到大华府区跟美国相关人员见面啊，这是。 细者归你来，台湾跟美国断交以来啊，那么事实上呢，那么这一次的外交大突破，为什么？过去台湾有五种人不能进到大华府区域啊，中统、副中统、行进、内定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 这个五个人都不能进到大华府区来对的地方，这是大忌。这是啊、呃，美国在跟台湾那个相处的外交关系里面，某克长的任务。这次不仅外交部长吴钊燮去了，国安会秘书长辜立雄去了，还有一位很低调的老朋友去了，是谁？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黄崇彦啊，我请告你。 你也攻国防部的副部长啦，那外交部长尹佳郎啊，啊 kie 去攻国安问题啊，军售问题，这我可以理解啊，哦。 请问一下，为什么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黄崇彦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嗯，很简单，只有一个理由啊，这有一个道理，是为了这个啊、呃，面对面去这个谈有关于啊、呃這个蔡英文总统的访问事宜。这种东西是不能啊、呃，是不能啊，说、呃、什么电话的视讯，因为中国也会想尽办法会拦截、截听等等嘛。所以呢，要面对面去谈呢、啊。美国国防部的助理赤啊次部次啊，其实就是国防部的副部长啦、啊，蔡司。 蔡斯来台湾访问，这个新闻是由啊外美啊外国的这个《金融时报》第一个披露说他要来台湾，等到隔天他直接讲已经到台湾了，我们都不知道，台湾的媒体都不知道。那么站在外交部的立场上，也不会也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啊？嗯、为什么呢？各位，那么蔡斯影响有多大？你要知道，去年台湾从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东亚部门，美国的东亚部门脱直接脱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以后。 蔡斯就是负责台湾事务的这个部门的主管，那他从哪里来？各位要知道，他非常的低调，他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过来。那为什么？呃，他过来的时候呢，不是坐专机，是坐客机还转机来到台湾。那么事实上呢，之在此之前呢、啊，台湾的媒都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去外蒙古？我们就是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吗？因为其实美国曾经在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啊，他透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军情局的协助，在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监听站，专门监听中国。所以呢，蔡斯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紧接而又低调转机来到台湾。 他来到台湾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就军售的部分交换意见，另外一个可能性啊不是他来了以后就传出我们的营我们的那个呃联兵营嘛，那联兵营有两个营要直接到美国去受训嘛，那。 第一个是整个营过去，而且是连兵营，是陆海空军都能指挥。台湾虽然两年来啊，成立连兵营以来，有这个二十二个营啊，好像有这个编制，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啊。我讲他们都是纸上谈兵，今年一月才正式有这个无人机，对不对？加入这個正式加入这个连兵营的演练嘛。李邦博实战经验，转设改连兵营最早成立，然后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那就是美国。所以击败两个营直接过去，哇，拍天案了。 米格朗替你美军替你台湾练兵啊。我讲白了就是这样了。蔡英文总统去访问美国几乎已成定局，只是现在台美之间，那么现在关系坚若磐石啊，什么以美论啊，什么乌为不为，黑龙，什么统一被台湾，我胡说八道就对了哦、嗯、啊！但是呢，事实上。 台文总统访问已成定局。最近在这个美国出现一个异常的现象，七十年没有看过，又是七十年没看过又异常，真的 <laughs> 跟你真的没有关系。对对对,對,對这个这个真的是七十年来首见哦。这个是在这个呃，连宾州的铁路工厂已经荒废一段时间了，现在都拿来干嘛？赶制这个炮弹。哦，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大家很清楚哦。那现在不是走，不是走的过去这种。 飞机啦、啊，坦克啦、啊，现在走的是什么精致的小型的？所以我需要无人机，我需要很多的一个炮弹。现在北约所要提供给乌克兰的炮弹，目前原本是十二个月的周期交货周期，所以现在要延长到二十八个月。当然，你说有没有可能交货的时候已经打完了？以目前来看，我觉得时间会拉得很长。但是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呃，美军也投呃。 国防部呃五角大厦哦投入了数十亿的美金，要不断的去增产，但是他们目前是都不提说这个是要供应给这个乌克兰的、哦。但你说讲到这个，我们当然就讲说维基维基财嘛。尼古拉斯凯奇演的一部电影叫《军火之王》，他里面就讲一个，他说越乱越好。 哦，全世界越乱越好，就是发这种危机财。那当然，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欸、台湾我们，呃，你说飞弹里面啊，导弹啊，有晶片，这个我们厉害。可你说像陀螺仪啦，像什么，呃，这种或者是相关的复合材料啊，这个台湾台湾可以吗？其实这几年我们的中科院其实发展的越来越好，不管你说什么地对地、空对空，哦，空对地,地、地空、地对空，哦、喔，其实我们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这一波以来，从 雷虎开始，哦，不是雷神哦，雷虎开始，大家才发现说，哇，哎、欸，其实我们的军工干部股非常的多，哦，那像呃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汉翔，其他就做军机的，哦，那我再讲几个，比如说拓凯，它是做这个复合材料的，就是在军里面呃飞机里面的内装的，还有像陈田，这个应该大家就稍微有一些听过，哦，做航太零件，千富精密。 实际上，我们讲的那个、那个、那个所谓的这种呃，刺针飞弹啊，这些爱国者飞弹，如果没有千分机密，其实飞不上去了。哦，所以这些其实台湾有。当然，在这当中，我们特别要谈一个，呃，因为最近大家应该看到，比如说什么台船啊，呃，中兴造船这些股票上已经上市柜的股价表现强，但是有一档是在新柜的，叫隆德造船，啊、呃，因为它。 呃，这个即即将要转上市了哈，那 2, 2> 三月，三月对，三月中，那二十四号二十四号这个开放这个抽籤呃抽签，那二十三号的收盘是超过九十块，那因为成交价是三十块，如果中了大概就现赚六万哦，所以基本上呃这个是一个机会，当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突然来了一个隆德哦，在我们是国建国造，他是坐船的，其实他有一些传奇啊，那呃他在苏澳的时候呢。 其实他原本是做什么？做安全帽跟那个浴缸的啦。好，嗯、那他们就说：“哎、欸，这个、这个、这个材、这个玻璃纤维的材质非常好啊。”那因为呃木船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那渔、啊、民就说：“哎、欸，可不可以来做这个船？”哎、欸，想一想，嗯啊，哎、欸，跟坐船跟浴缸差不多啊，就做大一点就好啦。」对不对？安全帽反过来也是可以当船啊。他就这个思维之下，他开始切入这个坐船，嗯、也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做。嗯嗯 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他发现说，我从一开始材料的规划设计、设计形状就要开始着手，不是说我把把这个这个玻璃纤维做成船的样子就可以。所以他的船很稳哦，同样的这种中小型的船哦，那别的是晃的乱七八糟，他做的船，渔民在船上还可以哦，边打扑克牌边吃东西哦，还不会吐哦。 他就发现说：“哦，这个船做的非常好。那过去我们的这个呃，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海巡一直面临到走私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走私，他开的是黑金刚。那你知道这个黑金刚，就是你追不到我，你追不到我嘛。嗯，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抓不到他。后来就是用了隆德的隆德的这个快艇以后，那个那、欸、你说你追不到我，他还开到你前面说啊，不你个照顾阿哦，所以后来他的订单基本上是。” 接不完呐、啊，嗯，哦，那当然，这个也是台湾的一个传奇，我们也也会觉得说從，从呃隆德造船再转上市以后，刚好这一波的这个军工概念股应该还是有一机会了。当然，这要看普京的动态了，嗯、就是说如果他又继续这么嚣张的话，这些股票应该也会很嚣张。哦，但是反正散户上车来不及，早龙早北林哦，还是要谨慎一点。